子，你看了吗？这个，它是高尖，哇，下去，发现了吗？嗯，就扛劲儿，周仓扛刀，周仓呢，这个扛刀备有奖，扛刀呢依然是这么扛，过去的刀城啊，刀是不是现在拿的非常主力？周仓那个人，三国的，非常阴险，非常用刀，非常不吱声不说话，开刀出手就不后悔，出手就见血，就这么个人啊。这周仓扛刀呢，重点在这扛上，看了吧？如果我说这样，那就不可能，这就不会，你打也打不上，因为这个刀非常沉啊，拿起来就不可能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刀它就这个扛劲，啪！这你看了吗？这个，它是高尖，呜下去，看见了吗？嗯，是扛劲儿，一是速度快，二是一点迹象没有，嗯，一点迹象没有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那你看我如果是我这样扛，我这么标的，我扛，他尖一扛的话，哒出去了，突发性非常强，所以说这个一呼小一踩，哒起来，哎。最重要的扛刀，扛刀呢是这样啊，这样，第一个劈下去之后，然后起身的时候呢，这个王七擒王七出起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下啊，离得近就输出，这么跑这一步就抽到底，嗯，扛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。